好，我是广司小凤。啊，昨天啊，我不是叫那个永八快跟我一起回去见我爸吗？他呢，一说到买东西啊，就不回了，就害怕了。直说真的，买这一点东西也不多啊，他就是不回，哎，不回就算了，我自己回吧。我爸呢，可能啊，过了十月一呢，他就要上广东那边了，所以说啊，这两天啊，我趁他没有上去之前呢，我去回去看一下他，跟他聊一下。今天呢，我有时间回去跟他做下饭啊，然后聊下天这些。走。哎呀，终于到家了，老爸，老爸，老爸，哎，我爸去哪里了？哎呦，这个车没撑稳。哎，让我抱回来再抬吧。我爸呢？爸爸，喂，老爸，啊？你家二婆在喝酒啊？哦，我就说嘛，我回来你们看不到人了。啊，那你少喝点，少喝点啊。啊，好好好，等下我跟二婆那里呢。哎呀，我爸家里面啊没人陪他喝酒啊，他就去我二伯家喝酒了。哎呀，这下麻烦了，我这个车立不起来了，我再试一下吧。我爸没人陪他喝酒的，在家里面的是坐不住的，所以说他一回来他就要找伴喝酒了。过得好潇洒，我爸这个生活。小耀，你去不去我二伯家吃饭？我爸、我堂哥、我大嫂、我侄子、侄女，他们都在那里吃饭。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你不去吗？不去了，我在家里面等你爸回来。确定？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我不去了。那你不饿吗？不饿。那你不去，我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不用你买东西，我买。哎呀，我不去了。不去啊？我下次再去吧。好，那我自己去了。哇，肚子吃的好饱啊，刚刚啊去我二伯家吃饭回来，这个永八快啊叫他跟我一起去我二伯家吃饭，他不去，一说到买东西啊他就不去了，不去就算了，我自己去。我吃完了也不能亏待这个永八快啊，现在呢我回来啊叫这个永八快一起去吃，因为啊打包的时候有点不太好，毕竟是别人家又不是我家，叫这永八快一起去吃，我爸还有我二伯都叫他一起去。哎呀，小友，刚刚吃完饭回来，这个永八快已经在这睡着了，睡得这么香啊，真的是叫他去他也不去。小友，小友，啊，醒醒啊，睡着了。你爸呢？我爸还在那喝酒啊，走啊，去二伯家。去吃饭，我没打包，我本来想打回来，但我不好意思，毕竟是他家不是我家，走啊，一起去嘛。不去了。还有菜那里。不去了。去嘛，今天我爸在那里啊，我二伯在那里啊，有菜，放心吧。有你最爱吃的啤酒鸭。这个啊。走啊。不去了，不想去，下次再去，下次再去。你怕什么？吃完饭再睡嘛。不想去。走啊。你家有什么吃的，拿一点给我吃来。我家今天不开饭，什么都没有。我都说了，我爸在我二伯那里喝酒。一点东西吃的都没有吗？我们家里又没小孩子，有什么东西吃的？因为上面我家房子上面再走个100米就是小店啦，小吃就去买啊。那你等一下去。你们去那个商店买一包泡面回来给我吃。不用吃泡面，去我二伯家吃大餐。你二伯家今天中午煮什么？很多菜。很多菜。有鸡啊，有鸭啊，有猪肉、扣肉啊，都有。青菜汤啊，海鲜都有。中午也吃那么丰盛吗？今天是我二伯生日。那我还是不去了，那么多鱼。
不用你买东西，你放心吧，走啊。不去了。我买了东西去，我买了酒，买了零食去，你不用买，走啊。不用你买，放心吧。我晚上去吃晚饭算了。你晚饭有个屁晚饭吃啊？等下他们猜嘛，猜到那个时候毛都没有了。那我还是不去了。走啊走啊。走啊。去了。走啊，快点走啊。走啊。妈，拿点水果去。不用了，我买了这个不用了，快点。